评估我们其实是从脸型啊，从牙齿的咬合情况啊，然后从病患的要求啦，我们都会做一些评估啦。原则上除了刚刚提的术前一些戒烟啊、BMI 啊、睡眠、作息、做运动之外，另外有一些就是刚刚没提到的是，譬如说像口腔、牙齿有一些蛀牙啦，预先要处理好啦，该去做根管治疗的要处理好，让口腔的状态是在一个最健康、最好的时候才去做手术，因为这个手术并不是那么紧急，它是可以把时间安排好，把所有状况都调整到最好，我们再来做的手术。